边我们刚在那个农家乐吃饱饭出来消化消化，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果赛景区，在这个山上大家可以看到旁边是赛里木湖，右边是果子沟。下面就是我们的果子沟，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山一片青溜溜的，而且前两天这个山上还下雪了，隐隐约约可以看到后面的山上飘着一层雪花。来到这里就感觉空气、大自然太伟大了。听说我们这个果赛这个景区啊，我们这个栈道这一块是成吉思汗的二儿子察合台的曾经在这里修建过道路，在这里住过。后方就是我们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清澈无敌的赛里木湖。这座山上山顶上就是前两天在这下的雪，应该就是昨天或前天下的雪，现在雪已经站到，雪已经站住了，下面就是绿油的草场。在这领好你的爱人，领好你的家人，来转上一圈，真正的所有烦恼事抛到脑后。我们从山上下来，这个山下面就是一个果赛景区的一个住宿民宿区吧。在这里面宾馆好漂亮，听说这里面宾馆是500-600一晚，但是真的好高大上，这是实话。哦，说北京那些的比较远。我们刚从我们的那个金顶下来，在这个地方就可以完全全面的看到我们果子沟大桥，给大家看一下果子沟大桥的全景。说北京那些的比较远。我们晚上我们从果赛下来以后，在那个农家乐里吃了一个饭，吃了饭以后逛一逛我们这个。霍城县啊，清水河镇的这个，它这个跳蚤市场马蹄铁夜市啊，挺热闹的。每个地方现在摆摊放开了以后，夜市也特别热闹，这些气氛，人也很多啊，吃的喝的。我们逛逛霍城县的夜市怎么样？哎，那老板，骆驼在化妆品店。可以放心。来泡泡机给你。今天出来了，感受一下小孩子时候吧。来了来了，不能掰那啥。来哪个？抖音号刷到过你。哎 ，Hello， 你好哥。拿这个。我也要。你也要？你要这个呢？内蒙，这个牛的能不能打开？内蒙牛，蒙牛。哎，这个。哎，那个好看吗？哎，蒙牛的嘛。咋装啊？嘟，我刚装好的。装好。快。逛夜市，逛夜市，大家也要经常逛夜市。今天我逛夜市就见到了个小对象。哦，前辈给的，我拍视频拍的。前一下子忘给的，一下子激动的心，颤动的手，看到。是吧？忘不像什么。我过去结账去吧，账吧。你不是要给你？那个木头走完以后往那边再走。哎，不空。哦，那边夜市在那边呢，那边有吃的呢。找到呢，霍城县，我们这个卢沟镇啊，这不是卢草沟，霍城县清水河卢草沟这边的羊杂特别出名，走哪都是羊头、羊肠，免费是米肠子的，酸酸辣辣，味道真棒。这里就是他们的马蹄铁的夜市啊，夏天喝上一杯啤酒，真热闹。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大美伊犁霍城县。